品美学设计将再次以星际空间的未来气息震撼你的心灵。Find 7的正面没有多余的线条、按键和颜色，整个正面浑然一体，干净利落，犹如一面黑色镜子，散发出一种摄人心魄的美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看一下 Find 7的底边设计，它犹如一弯天边的月牙，极具浪漫色彩，因此我们称之为月牙底边。月牙底边看似小打小闹，实则需要大动干戈。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，利用智能开关切换技术，在狭小的空间内实现了二 G、三 G、四 G 信号的全频段覆盖，在保证精美设计的同时，也保证了信号的毫发无损。西平美学，月牙底边，这还不是 Find 7的全部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探索 Find 7的又一大惊艳设计。大家可以看这幅图，当太阳升起的那一刻，地球的轮廓被日光所照亮，形成一道纤细美丽的弧线。这幅景象让我们的设计师大为震动，于是他将这道亮弧与 Find 7的月牙底边进行了巧妙的结合，最终设计出了浪漫的天际线呼吸灯。当你有信息提醒时，这盏灯会从中间亮起，慢慢地向两边扩散，形成一道美丽的亮弧。它静静地呼吸和闪烁着，犹如一份来自星际空间的问候，在带给你美的同时，让你不再错过任何资讯。不得不说，将呼吸灯做成天际线是一种巨大的挑战。是怎样的工艺让设计师的灵感成为现实的呢？我们的团队花了60多个日日夜夜，对上面的导光微粒的大小和密度进行了反复的调试。在这片不到2平方厘米的导光膜上，涂布的导光微粒数量高达3140克。正是这样的工艺，我们最终才得以实现如此均匀灵动的呼吸效果。 Find 7的侧边采用了线体主义设计，两条银线环绕机身一周，去除了整机冰冷和生硬的气质，大大提升了手机的灵动感和整体性。 Find 7拥有两种配色，白色采用了钻石纹设计，简约时尚；黑色采用了立体编织纹工艺，优雅独特。西平美学，月牙底边，天际线呼吸灯，立体编织纹工艺 ，Find 7复刻了大自然无与伦比的美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把视线投向屏幕，共同领略这款巧夺天工的至美之作。